走了走了，哎，好像能打能打能打，那别走不走不走，干锅干锅有没有？可以打兄弟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哎，别给他一斧头啊！ 这个锤死！露露刚才可以再细节一点，就是你不要走过去，我不会给他 A 的，你不要给他 A， 他斧头会掉的。他没闪了，我操，坏了！爆炸输出，死哥能来帮咱们吗？ 都没闪！我操，这个豹女这么屌啊！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这个豹女有点厉害哦，这豹女。 我家里停电，今天，噔噔噔，第一阶你可以轻做破败，先做羊刀，感觉甚至先做海妖都行。跟他换了，跟他换了，大点点伤害，男刀来了，啊棒！ 我操，这个是什么钩子啊？这个钩子牛逼啊！我不得怂一下了，他可能会想跟我换，那锤子有闪的。算了吧，算了吧，还行还行还行。 直接卖了啊！哇，对面对我们进行一顿猛攻，这德莱有点遭罪了。我们被一顿猛攻，我这波得闪现了，主要是我没 W 了，这德莱文两把斧头呢。 我吃了个700还行，看到没有？我的伤害其实比他高的，兄弟们。但是其实这波能打赢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啊，锤石的所有技能。别惹他，别惹他，他叫什么？来来来，追追追！哇，被小兵卡位了。 不用去了，嘿嘿嘿，小丑，这把玩不了卡莎、啊，我们这把露露辅助，我选卡莎打对面德莱文锤石，我操，头都被打烂了。可以越，可以越，你来扛就行，直接上，直接上，直接上。 其实大嘴这英雄是碾压德莱文的，大嘴只要打对线的时候没有被德莱文杀穿，所以玩大嘴打德莱文，只要前期能稳得住就行了。前期你只要能稳得住局面，大副放我鸽子，他妈的说10点钟，现在还不来。这里有个豹女，没事，今天。 我先试一下，先试一下。
看看强度怎么样，锤石是没闪的。 给大招，你走，别回头了。锤石是没闪的，给大招。你走，别回头了。你大招，你走，别回头了。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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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招
我们这边的 AOE 很变态的，我们打团很难输的这个阵容。他豹女再怎么肥，他打团也很难。 我的输出确实低了一点，这是我前面也讲了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买了两个攻速装。小心这里啊，我买了两个攻速装，刷这么多呢？打团就行了，刷这么多也干鸡巴，我都不懂。 把我又被他偷了！给我大哥！不是，我都不知道那些说我有问题的人，你他妈看得懂游戏吗？ 还看不出来这局游戏是谁在 C 吗？我 C 的人刷他两个野还不行吗？难道？ 啊，不是，主播他妈的这么 C。
一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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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像可以，好像可以。 走了走了，哎，好像能打能打能打，那别走不走不走，干锅干锅有没有？我操，一口，没事他死，那是一波一波一波。 早打团确实早就结束了，其实这些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老是在拖节奏，贼拖。那死哥，这死哥绝对是个甩锅怪，我跟你们讲，那一波我吃他野怪，然后他给我来一句。 你把我野怪刷了，所以我要到对面去刷野，所以我到对面去刷野，所以我被对面豹女单杀了，这不是明摆的甩锅吗，兄弟们？啊，这不是明摆的甩锅吗？我操，这人，那他那个四杀勾八，这是我给他打的人头啊，那四杀全是我给他打的人头。